九年时间，折了17个间谍，还都是些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折了这么多间谍，日本政府也不心疼吗？一茬又一茬的日本中老年人赶往中国来当间谍，日本政府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呢？大家好，我是龟木禅，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又有一个在华活动的日本间谍被抓了。据日本官方媒体报道，一名现年50多岁的日本男子在3月早些时候因为涉嫌从事间谍而在北京遭到逮捕。据了解，这名日本男子是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莱制药集团在华分公司的干部，而安斯泰莱则是日本在华影响力最大的药企之一。除北京之外，他们还在我国的上海、广州、成都和沈阳等地设有分部。不知道是不是凑巧，这些地方正好都是我国东南西北各地的核心城市，汇集了大量来自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相关信息。如果要不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可能对安斯泰莱的印象也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日本药企罢了。可事到如今，那就不能怪我们中国老百姓用异样的眼光去打量你了。第一个，操纵日本在华间谍的幕后黑手是谁呢？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最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个要素，并不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套着一个药企员工的马甲来刺探我们的情报，而是为什么日本人要派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中老年人来干这种活儿。我知道日本的老龄化很严重，而且严重了很多年了，但这毕竟是情报搜集工作啊。更别说你要刺探情报的对象还是中国这种对你日本来华人士肯定会多留几个心眼的国家，难不成是上了岁数的人来干这个有什么特殊优势吗？我干脆顺着这个角度去搜了一下网上的相关信息，结果发现了以下几条关键信息。第一，自2014年以来，已知在华落网的日本间谍就有17名之多。在同时期已公开的各国谍报人员在华落网名单当中，日本落网间谍的人数之多，就算排不上第一位，那也是数一数二的。第二，这一时期在华落网的日本间谍年龄普遍偏大，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去了多数。第三，基本都是男性。第四，无论是日本官方的口径，还是根据刑满释放后的日本间谍自己的说法，都不承认这些在中国被抓的日本人是间谍。为什么日本如此偏爱让这些大龄男性来华从事间谍活动呢？我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的情报搜集工作是由日本公安警察负责的，别被他名字里头的公安和警察两个字给迷惑了，这和咱们中国的公安跟警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日本的公安实际上是一个情报部门，日本政府在国内外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吩咐他们去干的。几年前，日本拍过一部名叫《无间双龙》的日剧，剧情是日本的公安替日本政府高层中的大人物秘密筹建了一所孤儿院，这里头收养着来自日本各地的孩子，他们未必真的是孤儿，之所以被这所孤儿院收养，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各项身体条件和日本政府高层大人物子女的相符，说白了就是养着他们给大人物的子女当器官农场的。这部日剧把日本公安黑了个体无完肤，虽然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但日本的编剧能自然而然地把日本的公安塑造成这样一个反派，而且这部片子拍完之后还能堂而皇之地播出，这其实本身就反映出了日本社会对于日本公安警察制度的一种微妙态度。第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都是什么背景呢？既然是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那么那些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自然也就是替日本公安卖命的了，对吧？对，但也不完全对。说对是因为这些人的背后大概率是能和日本公安搭上线的，这么高风险的任务，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做靠山，怎么可能经年累月的持续下去呢？说不对是因为这些人和日本公安并不存在着直接关系，双方或许有一定的经济往来，但是他们绝对称不上是日本公安的雇员，其性质更像是警匪片中的线人而非卧底。虽然这两个身份都很危险，但是二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却判若云泥。不仅如此，很多在华被抓的日本间谍甚至连专业的情报培训都未必做过，上手之前可能就是简单的被日本公安充了一下电就去了。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帮日本公安省下一大笔昂贵的培训费，而且因为这些人的民间身份真出了什么幺蛾子，也方便第一时间撇清干净。最多就是让外务省和共同社这样的政府或媒体机构出来朝中国政府吼两嗓子，完了该干嘛照样干嘛。
别说像美俄那样将自己手上掌握的高价值人员和情报拿出来进行交换，甚至连抚恤金都不会给落网间谍的家属。没办法，外包的临时工就是这样。你问为什么日本公安的在职专业人士不自己来中国跑一线，都有编制了，谁还玩那个命呢？脏活累活肯定都让劳务派遣去干呢，反正开销也不大，要是下线因为露馅而被中国的执法机构抓了，这群人没准还捂着嘴偷着乐呢，好吗？这个月的活动经费又能光明正大的克扣一笔了。至于为什么老逮着日本的50岁老男人薅，除了老龄化问题之外，日本公安需要面临的一个最现实的挑战就是这份工作确实不太好找到年轻人来做。现在是2023年，而不是1923年，日本人跑到中国来当间谍早就不是什么朝阳行业，有本事来中国挣饭吃的日本中青年，比如不久前来华宣传自己的新片《铃芽之旅》的日本动漫从业者新海诚，人家凭自己的能耐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有什么必要为了赚你日本公安那三瓜两枣而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活呢？所以这种工作就适合找50岁以上的日本老男人，最好还是那种有家庭要养、有贷款要还，但是到了这把岁数已经升迁无望，想挣别的外快又缺乏相关技能的日本老男人。一上日本公安的贼船就很容易被拴住，而且东窗事发了也不用心疼，反正这种人在日本多的是。第三，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被忽悠到中国来当日本间谍。不过当然了，好处都是日本公安的，那些被他们连哄带骗拉上贼船的日本老男人可就惨了。2015年，一名来自日本神奈川县的50多岁日本男子，因为在辽宁省丹东市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虽说他在2020年7月就在中国刑满释放回国了，但回到日本的他却一直没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日本公安对于他的平安归来尤其头疼，因为他们不仅要想办法把抚恤金和安家费等一系列承诺给赖掉，而且还得想方设法把他监控起来，毕竟你可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待了5年啊，谁知道你有没有被中国策反呢？不仅日本公安，日本的社会舆论对于这类刑满归国的日本间谍也非常刻薄，诸如他已经被中国洗脑了，和他回日本之后就是中国的间谍这样的言论不绝于耳。在这种高度符合日本国民性的舆论氛围日复一日的熏陶之下，要是愿意跑到中国来当间谍的日本人还越来越多，那才叫多多怪事了。我们很多人总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把日本的对华谍报神化到无以复加，仿佛要是明天中日两国打了起来，日本马上就能凭借手中掌握的详尽情报对我们做到指哪打哪。可事实上呢，在不少日本人的眼里，他们才是那个急需在情报领域恶补功课的吊车尾。远的不谈，就拿我们国家在2014年颁布的反间谍法来说，日本人为这事儿能纠结到现在，而且他们之所以纠结，除了因为反间谍法的实施导致日本对华情报工作难度大幅上升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直到今天也没有类似的法律武器可以用来对付在日活动的外国间谍，没办法通过这种直白的描述感受到日本人内心的那种纠结。那你不妨换个角度来理解，从2014年至今，已知我们抓的公开的日本间谍有17名，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和媒体前前后后至少因为这些日本人向我们抗议了17次了。相比之下，在这段时间里，大家记得我们的政府和媒体因为这类事情向日本抗议过几次呢？日本不着急就怪了。第四，为什么说在中国当日本间谍没有前途呢？对待外国的在华间谍活动，我们应该提高警惕，这点我深信不疑，而且我也相信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把弦绷得很紧的，要不然也不会有反间谍法的出台，要不然日本也不至于在短短9年时间里就在中国折了17个间谍。但是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日本威胁论这个高度上来吗？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日本亡我之心到底死没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日本的处境已经不允许他们有这个胆子了。要是这几年在华落网的日本间谍都是那些20-30岁年富力强体貌俊朗的青年男女，那我这心里啊还真的咯噔一下。可他毕竟不是啊，有新鲜的瓜苗子可以掐，谁还会去捡老白菜帮子呢？真要说担心，我更担心的反倒是那些日本老男人，因为岁数大了，在我们的手上有个3长2短，到时候反倒给了日本政府碰瓷的口实。
间谍这种东西的作用和命运从来都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而不断变化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依靠，你作为间谍的个人能力再强，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一样也只能随波逐流。我想起了前仆中天津站站长吴建中在剧情末期对余则成说过的一番肺腑之言，用它来作为对所有已经落网或者还没有落网的日本在华间谍的赠语，我觉得正合适。则成啊，天津站的得失在什么？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笑话，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编军丢了，什么原因？我们还在这儿搜情报、抓内奸、查帮派，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不滑稽吗？你们应该活着过生活，你应该和翠萍找个安静的地方过生活。天津没希望了，江北没希望了，找个安静的地方过生活吧。在中国当日本间谍没希望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